今天的训练，我想今天所有发射的飞弹都顺利的命中目标，那么也展现了两个部分的意义。一个部分是我们官兵的训练是非常扎实，那么另外一个部分，那么我们的武器装备透过这个整个的一个验证的过程，实弹射击的过程也得到了一个验证。 差不多要开耶，你现在看，他没有。